然就是那些我只好踮起脚掌脚掌一天真的快乐真好扮鬼脸相信是谈个面但你怎么表现空气我们之间我好我在等你的出现我想这是吸引力的定律找到你上轮的所在你希望和你早已慢慢靠近想和你深入安静想和你靠的心管我怎么还能想到和你老去吸引你的注意让我可以对你说我爱你这天地幸福的快去我们之间我会开始埋怨我在等你的出现我想这是吸引力的定律找到你想对你说在一起我和你早已慢慢靠近想和你去南京想和你看的心只怪我怎么还能想到和你老去因为这首歌其实开始出来的它那个 demo 它是一个单人的歌曲但是我听到就会有点就是很甜的感觉就是有点想恋爱的感觉想恋爱的感觉不是听到歌曲那种有感觉那种歌曲带着人的一种不是我讲错了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女生的声音出现在这首歌里会让这个歌曲呢就更加的饱满就是更加甜蜜所以而且一直就是觉得周琳姐姐就是一定能够给这些歌曲带来甜分那姐弟恋可以吗没关系、稍微突然第一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就感觉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觉得就是
爱情的部分里面这样子的，对。但是就是，你太可爱了，他是不是很可爱啊？因为其实我昨天彩排的时候看他就是很害羞很像，但你刚才唱那些很 rock 的歌，是跟我印象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有非常狂野那一面，对吧？没有，我说屁啊，没有。是，感觉我刚才。有感受到你那个帅劲从那个舞台一直延伸到底下。谢谢那就非常感谢就是对，就是我们两个的那个惊喜送给大家，这首心引力是小凯要送给所有你们的歌迷，希望你们一直沉浸在爱小凯的当中好吗？谢谢这首歌呢今天也会发，对，演唱会完之后也会发，对对，所以大家就可以之后呢就可以去好好的去收听这首歌曲。那也非常感谢陈姐能够来到北京，然后来到我的演唱会来跟我一起来唱这首歌曲，非常感谢陈姐。我可以报名一下吗？当然可以。好，谢谢。谢谢拜拜。谢谢，我们把掌声尖叫声给陈姐。哎，不是，就是至少就是我们自己的演唱会，也许就是稍微的，就是有点面子给我，这样好吗？啊，我听到有人说好，对不对？全都在说好，对不对 ？OK， 好，没关系，我懂了。下次大家应该就不会这样，好，再来下一首歌曲，因为。